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折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偈门第十时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这里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的一日禅共修法会，咱不是干呐限制，咱干呐宗门的弟子，也是各位咱在座，恁有参加做智慧长的。咱功德会的智慧长，恁要多着恁的亲戚朋友，啊，恁会使写因老时间做来听经闻法，这是帮因消灾解厄。那么今年王禅老祖师尊开始，咱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，咱的智慧长，咱也希望各位。发大心，发爱心，发愿力，参加为基金会的智慧长。啊，在恁的家，或者道场、家庭，或者道场，啊，家庭、道场啊，咱唔是讲哦，我爱哭腔拜拜，唔是安尼。家庭为道场，就是和谐。慈悲喜舍，帮助咱的亲戚朋友。因若有啥物困难，有啥物疑问，咱会当替伊服务，是安尼。然后咧，咱专心入八道场，啊，咱智慧长，伫咱个道场共修诶，咱就属于即个道场的智慧长。啊，咱若啥疑问？好，咱甲亲戚朋友解道三讲，甚至为伊说一个法。咱金刚经甲咱开示，若是有人用金刚经内底四句偈，啊，为朋友、为他人说法的时，你的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。这个价值，所以咱学习为他人说法，咱我都为他人说法，咱做事要咱自然会成功。咱若我都为他人说法，咱做事要要成功都困难。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给咱这个机会，给咱来建设一个家庭的小道场。咱的智慧，啊，各位单智慧长，师父是担任主持，恁担任智慧长，长比市较大，你知无？你讲有影无？啊，所以咱爱有迄个心，学多，就是要帮助他人嘛。我学了，自私自利，无内容。你学这多，我都究竟。所以亲戚朋友，让恁去正道嘛，证明老祖所传的、师父所传的道
是不是利益的代价呢？我印证十八年来啊啦，哦，所接受无量数的大众，证明到，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是对大家有益的，所以正道以后都爱弘道、行道啊，行道嘛行了一大片年啊，咱这就法师，这就同修，行遐尼一道，证明到中华文化道统。易经的真理妙法，确实对人类有贡献、有帮助。所以，咱开始要弘道。弘道，咱要用圣人的教义，叫做弘教。弘教，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为什么信教？在三月二十六日，王禅老祖的圣诞日，咱正式咱的弘教的开始。过去有宗教无唔对，现在咱只予咱所有的现世同修弟子，咱有遐尼侪同修弟子，有发心的，有慈悲心，有爱心，有保持把握着机会的呢，恁影响咱的基金会来参与报名为执会长，咱会找一个时间。为各位解说如何来做智慧长，为大家服务这种正道。所以，咱和亲戚朋友，咱甲他帮忙，让你获得了心灵的建设，让你重新有法度来面对着家己的坎坷的人生的时，你的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呀！各位同修，好，咱为什么信教？咱的教育为国修道嘛，国家是咱的呀，所以我在每一天暗时，卫星电视台九点或十点，一直以同工或者同时一礼拜来的社会事，以宗教的立场，以真客观的立场，以不偏不倚的立场来讲解。那比如讲今日一波。咱的国民党主席甲民进党的主席要来辩论，这个一个法，这个议题。那么真正当的，因为有真多不方便，有诶袂当讲的，所以要暗藏一大片。那么在野党的呢，一定真有气势，就要来逼到咱国家执政的。一个法的内底议题，我这个议题咧，暗默默究竟对全民要甲台湾提拔，还是要甲台湾去反攻大陆、统一大陆？等等咧，咱唔知嘛，所以大家烦恼啊。那么现在当下2300万人的金光闪耀，每个人家家自己腿啊拢讲讲破去啊，讲未破，没人讲烦恼。由咱当下执政的呢，来带着这个烦恼给大家，就家己就弄破去啊嘛。所以一波，咱的这个在野个执政的讨论着一个法，没人犯法。没人发哦，这个障碍呢？我九点十点用易经转达天意，这回应该要注意啊！如何做个两岸的同胞，卖讲大欺负谁，卖讲安尼有诶欺负散诶，迄拢唔对。但是咱家己国家诶执政者，咱发觉若唔对。应该爱动爱动，但是未使咧想勉强迁就他人的事，属于家己就变死棋。这嘛是天下事，嘛是咱伫世界咧会伤着咱金光闪耀的心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的心是很脆弱的，咱的心是像金光这么硬呢？
那么选择遐尼钉，拍袂破，只有用烦恼家己记，记甲分偌济。选择上标准的是几个面角哈？哈、啊？六十四个角啦，864卦。所以你这选择，你去问，哎，什么是选择几个角哈？你讲五十二，几多个？哦，48。假的，60假的，64的角。哦，咱六为什么64的角？选招就是咱的智慧啊！你知影无？选招是智慧呢。啊，64的角，864卦，八卦。啊，八卦是咱的生命嘛，会转弯。64卦是咱智慧的根源呢，所以咱大家学易经嘛，做人处处可安心嘛、啊。大家学易经，啊，公司客户无起心嘛。所以咱即摆推动着大家学易经，目的是倒位，希望大家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嘛。啊，每个人减少烦恼，恁大家选择自己一粒。继续大粒的，继续硬的，啊，减少烦恼，咱加精进一寸嘛。啊，所以咱大家有机会来听金刚经，恁不要认为讲我讲金刚经拢生活的物件，其实金刚经就是啥？好嘞，甲各位讲，恁伫天上。要不然在投胎进行，在天上这些苦都有伤到，这是一部跟我们说，我们来世间会遇到什么事，怎样降服其心，降服烦恼的心，降服贪的心，降服不安的心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金刚经就是我们要来世间以前天上的教科材、教科题，我们来世间，咱未记哩，所以让世间的颠颠倒倒，把咱误到七到八笑。好了，既然拢来就来，啊，咱来找一条咱的天上的教义的课题，家己来学习，叫做金刚经嘛。哦。咱要回到等于咱的灵性，咱的金刚自性，未去弄破去的真理妙法，就是这部经。所以圣正信，各位对圣贤、圣人的真言教义，咱要爱圣正信。我信你者，我清清净净信你。咱在这边都还要怀疑，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。啊！伊都来问我代志嘛？啊，问讲因家族未平安呢？我看话呢，用易经啊卜卦嘛。我恁家未平安，厝后啊，日日落落去了莫打，你要要创啊？伊讲迄抽水，较早叫就叫人看，先生家讲伊要要发财，后壁迄个莫打，啊，就爱较大米咧。大买啦，大买！啊，叫装了了，因老爸中风，啊，佫无偌久，因老母嘛，脑筋去塌咧，啊，佫无偌久咧，换了只信徒手歪一边，喘者喘者咧，啊，囡仔大家愈读愈册，无智慧，因为咱出后正中，咱懊恼嘛，无论做甚物事项，无论甚物命。这种那叫莫大呼呼叫嘞，迄是咱的致命伤呢。结果去，那学到什么法？好讲迄发财法，发财啦，发财。啊，我甲讲提提掉，啊，等下就去问伊迄个先生，啊，先生我未杀你啦，迄我甲按上好的发财。结果公司开到倒去，哦，哥啊，迄囡仔呢，
一日一日弄榴莲，再过来阿公，哇！你就是你的相信都落落啊，未清净。既然你要问我，我都跟你讲问题是倒位，你都爱改善嘛？啊，你个走到这里，神仙拢有面子啊！假使我来跟你讲唔对伊，啊，换你过来问我，我嘛一定死眼眼水杯。是也真好话诶，拢是安尼嘛对哇？啊，伊讲师傅你干咩安尼啊？我三不五时啊，然后安尼我蛮正啊，对不？啊，未杀都未杀了，真啥呢？哦，迄个无智慧、无我、无正心。啊，过来问我咧，啊，伊就阁转去甲先生问，先生讲了后，就过来甲我讲。我讲卖耍，卖耍，哦，规家伙吼，大家头脑拢有问题，生理话，尤其咧，你后边，哦，搁坐西五档，哦，坐后边咧，莫当搁真重，啊，坐西五档所伤着咧，肺癌。无气眼，迄个时阵，伊就煞掉啊啦。师傅，前几工吼，我无气眼，去照扫描，心脏有黑点、白点几啊点呢？我迄个气眼没见呢。你莫这样看，吼，我要插起三个半暝扫扫几暝，迄个气眼开始啊嘛。所以各位，咱爱有精神。我现在既然立教起来，发安尼就安尼啊，就无带阿个阿姆阿伯啊，啊带阿母女两口啊，大家按照伊做，一定平安。若是书传的都唔对，无可能话头到尾到现在，无可能话成立是卫星电视台，遐尼歹申请的电台，那唔对，无可能。咱们专门在台湾，我都帮助这么多人，那不对，早就把他带回去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用去误，咱莫不好误，家己变到家己妄想，那都不对。所以妄想多做慈悲，道家书房传真理，所以这叫做无相。好，所以一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金中现，我今勤实修妙法，万处功德皆回向啊！你看有多一个宗门，我你将所学的，咱拢来回向呢，回向给别人嘛，咱好别人嘛爱好啊，唔好讲人讲我好别人歹，迄唔对呀。那么我的基本理念。人家问我说师父啊，你什么风水啥你都说了了，我说了了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找印的印了了，人家都知道阿伯你哪有头路好做，哪有哪谈我，我的观念就是你们大家都冤鬼，大家都冤鬼都好野人，我出去吃，我自己生活比你较好过。我做去食的优点是安那，我用行到倒位，困到倒位，你袂甲我看啦，因为你换位嘛，我去食嘛。再来，我无他食，甲恁分，你拢换位一定会分我食，我就第一先做菜嘛，先种菜，先乳农药，啊，先压水，吼，先煮，先啥，我甲出嘴食的话嘛。欸、我咧讲无真是逍遥，那么我做去食，恁大家拢好呀，恁绝对袂家去抢我辛苦的钱嘛。哦，所以大家都去食，我告诉今日我即种大要食所有菜一汤，我都去甲十二位员工，吼、哦、去甲化缘，甲分拜托，哈、哦，讲一碗遐，结果拢大家咯捧十二碗来，
恁伫恁完全伫恁家反正三菜一汤、四菜一汤就食个饱饱饱，我要12菜一汤诶。啊，我去食个未歹嘛。过来咧，我做去食，大家都做完过啊。我免纳厝税啊，我免纳房屋税啊，免纳地价税啊，免纳所得税啊，我来足逍遥自在咧。所以各位，咱的宗门，利他的宗门。当然，利他的时，良心合法，未讲遐个无自卑，予人真正艰苦到看到后山啦。未啊，所以各位，咱学为心性教的教义，学心这个法，咱首先一定先正信，正什么信？正什么信？信讲利他的时，一定有好报。你人天的时，良天合法会给人到保庇，未予人散个什么停坐。啊，你大众的时，啊，大众一定会给人啊真正尊敬。若是讲哦，我足好个，别人拢散，你出门寸步难行，门口就去只摆一堆。啊！你就寸步难行，所以我讲大家好也勿紧，我做去食。恁家门口，逐天去食了不起，久久轮一届，一个尔，恁就袂看遐恐怖啊啦，是不是安尼来？所以你爱顾嘛，你顾着的时啊，我们利他的，咱从老祖师这个妙法学好，咱能回向好大众，那安尼敢毋是？足快乐吗？希望各位咱现时同修十方十利息，咱在台湾到处开课，咱微信电视台全省503,000户拢已经有啊，24小时的播出。啊，恁会用甲恁的亲戚朋友啊，甲因讲，叫因较过来看微信电视台咧，你加减看有利益。尤其啊，你上未熟的亲戚朋友，一定叫爱看卫星电视台。卫星电视所播的拢是甲各位解决各位问题，建设每个人心灵的不安，然后成就每个人的尊严。这是卫星电视台的目标和宗旨嘛？那是宗教电视台呢？那么当然需要。各位来何时啊？啊，各位何时？和咱这微信电视台呢，一旦从这里来播出的时，哦，弘扬妙法，咱就当共同来建设一个清净人间的微信世界，甲微信净土，咱世间咱都会和谐啊嘛。哦，这是咱大家应该共同的认识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